一年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打开圣经，在创世纪24章，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好漂亮的女生，然后她进入到一个非常蒙福的婚姻和家庭。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不管是俊男美女，是年轻的男士女士，我们都很羡慕这样可以有一个可以享受的而不是一辈子忍受的婚姻和家庭。那么在利百加的身上我们学什么呢？过去这两天提到说，她有一些很好外在的条件，比如说她真的好漂亮，但是这个人她能不能够走进一个蒙福的婚姻，不只是这些外在的条件。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外在条件，但是我里面的条件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利百加身上有一些很好的内在的条件，比如说她的言行举止，她的言语，她的行为。你还记得那个老仆人，他跟上帝有一个祷告说， 我如果找到哪一个女孩子、我跟她讲说，我们这些行路人一路走来很累很渴、你会给我一点水喝。如果那个女孩子很愿意给她水喝，这大概就是那个记号，这个就是主你为我所预备的，上帝你为我所预备的。而他在利百加的面前，他跟利百加说，你会给我一点水喝，利百加怎么回答呢？我读给你听，圣经上说，那个女子就说，我主请喝，就急忙地拿下她的瓶子托在手上给她喝。她的态度是极好的。这个女孩子不只是漂亮而已，她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你看她说，我主请喝，她是很客气，而不是奇怪，这么多人干嘛找我啊，或者是说我在忙别的事，你不要 你走开来好不好。他的态度是好的，他说我主，很客气的。那个我主倒不是说他是仆人的意思，而是一种很客气的对一个行路人，马路上认识的一个人嘛，根本就不认得啊，我不知道刚好遇到这个人。但是你就知道他跟别人讲话的态度是客气的，他跟别人讲话是有礼貌的。他说我主请喝，不是好吗好吗拿去吧，你自己去倒好了，不，我主请喝。然后他就把那个水瓶托在手上倒给他。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看。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容许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周围很多人其实是在看基督徒怎么过日子。基督徒你们很会讲你们说上帝很爱你们，然后你们说你们要学上帝的这个爱，学上帝的这个很多，我们讲了一堆道理，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我在办公室里面是不是一个言行举止让别人觉得这个基督徒不错的？我在我所住的社区里面，别人看到这个基督徒会不会过来说我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跟你做邻居好还是天哪，我怎么有个邻居是这样。我们周围非常多人都在看我们怎么活，还不止我们怎么说。求神帮助我们，言行举止是可以被别人看的，让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荣耀来。从此以后不分离，我们。
从此以后不分离。我所有的都属于你，我所有的献上慰藉，爱为我舍，尽我之天命，我因着爱学会再放低，从此以后全心全意，我们从此以后不分离，我们俩从此以后分离。